成毅今天出门是不是带伞了？没有，没有。咱们就是说这啊，不，当然了，没有其他任何答案啊，没有任何答案。今天直播开心吗？开心啊，当然了。咱们就是说这个游戏到现在已经可以结束惩罚了吧？但是等我把这个问完啊，成毅今天直播学到了很多新的彩妆技巧吧？当然了。 成毅接下来还会继续为大家带来好的作品吗？当然了。成毅在剧组之外还会多多出现跟大家互动吗？当然了。今天会有自拍吗？当然了。好，这个还有一题，还有一题啊。成毅好像不太喜欢。 梅科菲的丝绒粉饼，哇塞！这个有，要不就是我们自动接受惩罚，说不说得出口当然了，这罚吧，反正都已经输了，罚吧。下次玩游戏我就不玩了，我就不玩了，我就是说直接开始吧。开始就拒绝，就是我输了。哦，开始就接受惩罚，就没赢过。哦，那我们下回可要换新的套路了，你要这么说。当然了。小红书。